捕手在冰面上捡到一条鱼，没想到也能引发悲剧。冰面上突然出现了十多个冰窟窿，这样的冰窟窿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冰窟窿的旁边还有好多泥土，在一些碎冰和泥土中间发现了一个小泥鳅，它是不是冻硬了？这么冷的天是把它放在外面了，把它放到我的手心里，看看能不能缓过来。怎么还没有反应呢？把这个小冻鱼放到我的手背里，再继续寻找遇难的小鱼。这个泥土上还有一个冻硬的小鱼，看它蜷缩着身子，好可怜。我突然发现冰窟窿上有黑色的虫子，我要及时不救它的话，它就会被冻住。先用棍子把这个冰敲碎，才能把这个生物救出来。幸亏这个冰不是特别的厚。把冰窟窿敲碎之后，只能用手拿了，想办法把它拿出来，真的是太凉了。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它的身体好像也冻木了，等回家用开水给它缓一缓吧。在一堆大泥中，居然发生了一个小鱼，它还是一个鲫鱼呢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那泥鳅在外面就会冻死，这个鲫鱼在泥里就没事儿。同学们，你们说为什么呢？把它放到冰窟窿眼里，在这个泥堆又发现了一个小老头鱼。之前卖鱼的人说，老头鱼会用肺呼吸。老铁们，是真的吗？它真的冻了，马上给它放回去，快点回家吧，小老头鱼，下次别被他们抓去。又在这个泥堆发现了一个大的鱼，是一条大的泥鳅，它的身上已经冻僵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马上用我的手心给它捂一捂吧。捂了一会儿，它好像有点活动了，它的尾部还是很硬，再给它捂一捂。老铁们，泥鳅在低温多少度才能活呢？它不会在低温的时候冬眠吧？这回应该差不多了，它的身体应该软了，马上给它放了吧。走吧走吧，小泥鳅，祝看到这里的老铁一路顺风，年年有余，点个赞呗。